是可以脱脂啊？调不了。那是五个后的，五个的。扶着点，这看着拧了不扶着点。搬着点。厂长呢？厂长在屋里呢。扶着点儿动。太厚的管子了。我得推着点。这要不是这个千斤顶，可没那么大劲儿。你看这个破开关吗？不是，这拧拧。那有电。有电。